都说龙宫点杀能力不行，开什么玩笑，我这龙腾伤害还不够高吗？有学友问马虎，你15+10在队伍里硬件算第几？那我只能脸红一笑，你们看到大唐的装备就知道我应该排第几了。武器总伤1070，爆属性的11段3伤害1速度戒指，爆属性的11段3伤害4。看到这几件装备，你们就应该知道我在队伍里排行第几了。没错，第一，倒数第一。柳暗花明又一村，我很难受，伤自尊。下次别问了，下次别问了。好了，今天的 PK 是本次群雄预选赛的最后一场 PK， 咱们前面三场啊，两场都是小鸡队，只要赢了这一场，咱们就是4胜直接挺进小组赛。对面4宝19离城，咱们这边还是国标啊。阵法对面鸟阵小克我们阴阵，九离城的鸟阵速度基本上不用抢了，咱们大唐肯定是没他快的。看看咱们也是玩玩鱼，直接点他对面九离城，这边小燕是没有换啊，有把15。对面打的也很好啊，直接效率大唐，不让大唐放特技啊，咱们大唐也是破碎的，是吧？破碎没破碎出来，武装接上天地，我们队伍是速度一个都没抢到啊，甚至咱们武装怪还没对面九流城快，那这场 PK 就很难赢了。不过对面肯定也没想到，我们武装怪带了娃娃鱼，直接把对面天地给驱散掉了。地府再挂个小死亡，命中，可惜大唐破碎被效率。我一手琴三叠，全城的希望，哼，13177，兄弟们都坐下，这就是我龙宫的伤害。不过不能高兴太早，对面化成直接是小死亡。马拉，武装继续上天地，九黎城两个衣服开天，直接清飞我们两只红汉啊！这九黎城清宝宝是真的太厉害了，输出又高，又能破123。根本扛不住啊，仗着自己有天地，简直就是无法无天呀，一套小连招直接带走满血的大唐。这可出大事啊，如果破不了对面天地，最终结果咱们肯定是要输的。怎么办怎么办，这把又挂我，小死亡命中，封印妖刃打我3600，这我小身板怎么顶得住啊，浴血赛我都是全魔的，身上只有2100的防御，打我跟打小鸡一样。还好我有应景，死之前出了把113，还再加先例，这种伤害很高。怎么说？平秒接近5000，这龙宫伤害兄弟们有目共睹。对面女生是伊苏啊，直接落入近前砸我，哼，这就是应点兄弟们，换做别人了可能都死10000次了。防止对面再点我，武装怪也给我起个天地，我只要孩子无限拉自己啊，就能无限出手了。对面果然压着我打呀，我去，我疯狂诸神又加113，可惜还是没挡住最后的攻势。长期往这样下去肯定要输，怎么办？只能拿出必杀技了。既然解决不了问题，那么只能解决制造问题的人了。这把指挥跟副指挥一致决定点杀对面的武装怪，咱们大唐伤害是肯定够的，龙宫再加上我抗龙，只要对面不带123，基本上这武装啊肯定是倒地了。破甲一丢，就看地府小死亡了。哎呦，地府被对面凝滞了，大唐竟然比地府还快了。这把只要点不死就很伤了，基本上输一半了。就看地府了，小死亡命中，不愧是黄老板，15+10全封印神器，有点东西啊。我一抗龙归海6000多，也成功拿下这个人头。不过对面女妖村又打针啊，咱们地府还是赢不了。对面武装怪马上又起来了，没有办法，想赢的话还得点这个武装怪。只要这女妖村没针了，咱们还是有机会的。对面也是防止我们继续点杀女妖村封地府啊，可惜没有中。其实居然中了也无所谓，因为我们的武装怪直接清风望月啊，点开两个单位。这可能就是带武装国标的好处了，能保证自己的输出单位跟地府成功出手。这把小死亡是命中，大唐一个青石，竟然没死，那就看我龙腾了。我的孩子拉起自己，武装孩子给我先例，我的龙腾伤害很高，最起码打6000，哼，4800够用，够用就行。随着武装倒地，对面的九黎城也保不住了，我们小死亡命中。加个破碎啊，顺势带走对面九黎城。我看大家评论区老说让我转魔转神无敌，哇，这龙宫的伤害对不对啊？鸟七星宝宝很厉害，还需要转其他门派吗？什么？
说我单点人就不行，我接下来就让你们知道什么是龙腾无敌。9908，哼，神武林打的伤害我也能打。哎呦我去，这龙宫亲宝宝这能力，兄弟们，我说第二谁敢说第一？亚西哐哐放烟花，还行还行还行，打了47回合，最终成功拿下了比赛啊！这场比赛也是有惊无险，最佳输出、最佳击杀还是我。好的，预选赛的排行榜也出来了啊！咱们评委 team 全胜24分，排在第五，同时也有很多30胜的队伍没有进128强啊，为此我深表遗憾。好，兄弟们，预选赛结束，马上要小组赛了，等待我的好成绩冲刺64强。